偶像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你一样，成为世界级的冰球运动员，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冰球的实力。李宇冰是我们肖伦俱乐部最优秀的冰球运动员，现任的冰神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老。说真的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是我的目标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你一样，打进国际联赛，为国争光。加油，冰神！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。我要是喜欢他，就让我以后吃方便面没有调料包。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在我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这个退缩两个字。再看看咱俩用的是同款字典。妈妈，什么是青梅竹马呀？青梅竹马就是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像两根长雪。那不是个好词。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。你看我，给我剥虾10余只，给我剥虾100余只。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手心彩虹。我可以等。